这还卤水哦，我没有说你拿我的东西。哎，小妹妹，你两个不回家去住，跑到我那个屋檐底下来耶？哎，你叫啥子名字哦？我叫二麦，住在前面不远的家庭别墅哦。哦，你住别墅啊？是在别墅头当小保姆，帮别个带小幺儿的。<笑>你帮别个带小幺儿，你个人带是个小娃儿，还帮别个带小幺儿，带得起。 我们老板娘啊，都是请我回来，只有那个小幺儿的。哦，只有小幺儿。那你们那个小幺儿好大了哇？小幺儿有水多点儿大了。水多点儿？那喂人奶吗？还是喂牛奶呀？喂牛奶，还要加鱼片儿。哦，啥子？加鱼片儿？水多点儿，它叫得动鱼片儿啊？叫得动，叫得动。 还要吃海鲜，嗯，吃海鲜，嗯，你说的啥子小妖儿哦？我说的是我们那个boss猫儿。<笑>搞半天，你说的是boss猫儿嗦？哎呀，我还没得你说的是哪个啥子奶在这儿喽？我们老板娘都是请我专门来金鱼塔跳猫儿的。哦，哎，那你两个不回去帮他金鱼那个猫儿啊？猫咪不见了。 昨晚做到处找都找不到，然后我娘说的，找不到都不准回屋睡觉。我到处找焦了，猫咪都找不到，我都不敢回去了。娘，哎，洋洋，哎，你看到一条白色的波斯猫没得呀？嗯，我今儿早上起来很早就去锻炼了，没看到一条猫儿啊。哎呀，一条猫儿干嘛？射了都算了。哎，哪里有那个狠心的老板娘哦？还不准你回屋。 洋洋，你不晓得，我们老板娘啊，没得娃儿，就把那个猫咪当成幺儿，稀奇的不得了。哦，猫咪，猫咪，猫咪，叔叔，你看到一条白色的波斯猫没得呀？波斯猫没看到，我这是一条花猫。哎呀，刘刀，你要不要嘛？ 你不要都别个那个招的娃儿嘞，别个没招到猫儿，一晚上都没敢回屋。啥子猫哦，恁个金贵，比人都还重要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是哪家屋头的？我住在家庭别墅外栋。耶，你是个大款呐，还住的别墅啊？是从农村来的小保姆。嗯，个的，他是请起来当那个。 猫儿的保姆的，猫咪保姆，你看嘛，现在那些有钱人呐，他都是回王阁。猫儿咪保姆。嗯，嘿嘿，我还是头回听到说啊。<笑>你们那个主人家啥子名字嘛？唐老板儿个。唐，哦，晓得了。唐是不是人有点矮？嗯，还有点肥。对头。 哦呀，那一带嘛有出了名的那个爆发户噻，唐老鸭外号。你认得到啊？哎，我啷个认不到啊？哎呀，原来菜市场花逛上的了嘛。哦。哦，好像听说后头又到广州去做生意，搞点钱，现在在炒房地产。哦，哎，嗯。
那他啷个没娃儿的呀？哎呀，冤了，给他一起花黄神那个原配老婆，早都让他一脚蹬都蹬了。嘿，据说现在有了钱儿了，哎，在外面啊，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，二奶包起了噻。二奶，啷个嘛？二奶你都不晓得啊？那么都是那个，哎呀，都是现在那些有钱的大款在外面找的小婆娘。 我晓得，那我都不懂了嘛，啷个嘛？你懂？哎，听说现在包二奶好像有份花样，嗯，他经常遭气。有遭气，别个有钱的人过得长好，遭气。对头啊。嗯，我们老板娘啊，啥子都有，有房子，有车子，还有票子，都是生不出来儿子。哦，一天到晚吃饱老美食的呀，都到那个猫儿耍，随便走到哪个档啊。 只要把那个猫儿带起，哦，嗯，有一回啊，我和我们老板娘啊，在街沿口儿边等车，哎，哎，他生怕那个猫咪遭冷到了，嗯，回拿起围巾把那个猫咪包到起，真的啊，哎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老板娘的一个熟人都来了，哎，他走起过来，耶，唐太太，好久不见，娃儿都包起了嗦，几个月大了嘛。 给他来没得？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个来妈嘛？嗯，可以哟，搞得我们老板娘啊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那个熟人，我还是要留到会，还要非看哈那个娃儿长得乖不乖生，真要掀开围巾的时候啊，车子来哒。啊，老板娘我都急忙赶紧车子里头去了。哎，这熟人呢，只飘到一二，嗯，还讨好的说。 娘娘们长得好强哦，不是狮子，跟我儿长得像。我们老板娘回去还伤心心的哭了一遭。哎呀，哎呀，猫儿，猫儿，哎呀，管他了，他也是个儿嘛。哎，现在那些有钱人呐，也不晓得是啷个想的，把那个啥子猫儿呢，拿来抢幺儿那个稀奇哈。就是，真的不得了。 神经，叔叔，洋洋，你们一家人好好哦，天天在一起上班。哎，老师，你们幺儿有好大了嘛？小妹妹，现在啊，到目前为止，叔叔和亮亮啊还不是一家人，但是叔叔啊正在朝那个方向努力。滚了，妹，不要听他的，那个叔叔乱说。 他的努力方向啊是错了的，不理他。我看得出来，叔叔是喜欢亮亮的。哎，小妹妹，你啷个看得出来啊？因为叔叔的眼睛呐盯到亮亮的时候，就像我们那个猫咪盯到我一样，好充满感情哟。我搞了半天，我是个波斯猫儿嗦。嗯，不是波斯猫，是个哈猫。嗯，好了，我还是要去找我的猫咪了。 不然呢？我今晚还要去到街沿口边。嗯，就是。猫咪，猫咪，猫咪，小妖儿。哎，千儿。哎。他那个猫儿如果说是正宗的进口波斯猫的话，要管几个钱咯？哎呦呦呦，管钱管钱，那你就去帮着去找噻。 找到了，别个肯定要给你酬金噻。有酬金？你说那个我还不晓得嘛了嘛？你说别个我都相信，唐老鸭他才得很，他才得来。那个蚊子叼了一颗饭走的话，他都要追他妈几里。我说的话要断子绝孙。嗯，对头。你看嘛，丢了一只猫儿，让别个妹妹屋都不准回，那种人呐，确实太可恶了。就是啊。哎。 我晓得了，啥子？哎，你晓得猫儿在哪的了？我晓得了，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嘛，前几天都是我们那里出去大马路对门，嗯，来了一个广东人，哎，他在那个那边开了一个门面，开了一个叫啥子，一个馆子，叫龙虎斗餐馆。啥子都写龙虎斗哦，我只听说过窝里斗。松松，松松，松松，哎，这里，这里。 嗯，哎，你啥子送啊送的哦？我们家里还没得姓宋的哦。松松是我的狗。松，松松是狗的名字啊？嗯，加油！哎，那好，咋？今天啥子都运气了，狗儿猫儿都来了。哎，小兄弟，你狗射了嗦？嗯。哎。
你叫啥子名字啊？我叫小阔传，我是街上那个火锅馆的秋乐。这狗咋不在嘞？老板喊我出去找，找不到了都不准我端碗。今天我找了半天，连怕狗屎都没找得到。哎呀，青儿，哎，我真的现在搞不懂，啷个那些有钱的人心越来越黑了哦？哼，那有啥子奇怪的嘛？现在那些人不是说的心不黑都找不到钱？对头的，跟娘娘说的对头。我们老板的规定我啊，天天聊天就给狗围到火锅馆跑三圈。围到火锅馆跑三圈？嗯，围到那啥意思啊？老板给那个狗取个名字叫宋宋，都是说狗来财，满街跟他来财。围到火锅馆跑三圈的话，都是把财气给围到起，免得遭落到白街去了。你们老板还有点喜剧，那他把那个狗儿当财神菩萨那个供起哦。是噻，专门喊我来经由那个宋宋了哇。哦。招神一起来。晓不得啷个宋宋都咋不在嘞？你说咋不咋慌嘛？哎，小兄弟，那你还没赶回去吃饭呢？不要，我都在啊边那个摊子上吃了碗凉粉。哦。我去找狗去说呢。嗯。宋宋。宋宋。嗯，妈咪。哎，又是你说。嗯，小阔传，是你说。你在换猫的妆啊？哎呀，急人得很呐。卓文竹猫咪不在了，我到处找都找不到，老板娘说找不到都不准我回屋睡觉。看嘛，昨晚上在那个娘娘门口困了一夜。哎呀，我还不是，宋宋咋不在了？找不到老板娘不准我端碗，我今天一天都吃了碗凉粉。刘梅，那你今晚上又不敢回去哦？是啊，看嘛，昨晚主我也不晓得又要在他这儿门口鸡歇一晚上。我还不是不敢回去，我们回去就吃不到饭，老板娘我拿两瓶水，要的。我晓得，我没钱的，我不要，我吃两瓶嘞，我不要。哎呀，你们吃嘛，我不收你们的钱，吃嘛吃，吃，吃。包开着吃。我了哈。哎，我问你，嗯，你们两个平时啊，在老板的屋头，你们都吃些啥子？反正。那没得我们猫咪吃的好。啊，你猫儿吃些哪嘛？猫咪呀，吃牛奶，叫啥子？欧尔钙奶，还有西洋参泡水。啊。还有啥子东西参？强参宝。哟。参强。哎呀，那个撇得很。我们宋宋的话，饭都是不在吃的哈，是吃海鲜。哎，海鲜吃上了那一会儿的话，是吃野味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是在说人吗？是在说猫儿啊狗哦？我说的我们猫咪。我说的是我们那个狗狗松松噻。哎，小妹妹，嗯，你们那个猫儿喂恁个好，还捉不捉耗子啊？洋洋，你说捉耗子那个是土猫儿，我们主人那个是个波斯猫儿，是不捉耗子的。他呀，主要是陪着我们主人耍嘞。耍啊？那啷个耍呀？嗯，我们主人呐，分分钟都离不得他，陪着我们主人打牌呀、看钉子啊，还有吃饭呐那些，黑了还要挨着去睡。嗨，睡呀？嗯，那是个三陪猫嘞，该弄来打死。简直是，本性都没得了。就是。完全是条耍猫儿。哎呀，那个算了嘛，我们那个宋宋狗都是腰城市的，颈子上戴那个圈圈的话，都是金黄黄的，好么是嘛？哎呦，这会儿这，哎，要是你们找不到狗，找不到猫儿，你们准备啷个办呢？不敢喂鸡噻，喂鸡要打仗。我那只有又在外头讨口了。讨口啊！嗯，老板不准我吃饭、不怕，算你们两个跟着我，公园落去给你们打抱不平，我去找你们两个的老板说情。那个没得道理的噻，那个畜生他那个脚杆长到他的身上的，他要跑有啥子办法嘛？嗯，不得行，叔叔，不得行呐、咋个不得行呢？你不晓得，我们老板娘啊，狠得很，打狮子都。不仅油盐，凶得不得了，又或者隔壁那个猫儿啊，
投到我们猫咪背上去，那个巴结。他说别个猫咪在耍流氓，硬是要跟别个翻脸一家，还要弄起一大官司。凶得很呐，我们老板娘硬是。哎呀，简直太混了。哎，妹妹，你屋头那个猫儿是公猫儿吗？还是母猫儿啊？是个母猫儿。这个猫在耍朋友，那个，他们那个老板娘说别个在耍流氓，还要打官司，简直是个怪物！你们个老板娘。对头。哎呀，那个还不算，我们老板娘还要行事的。头回来都是火锅馆来那个外地买肠那个小姑娘噻，那个宋松一看到就跑进去都咬别个。好，那个买肠的都打了他一下儿，一会儿老板娘不依叫了，非得喊别个赔医药费，别个买肠的拿球钱嘛，赔不起噻。老板娘把他那个买肠的叫他拿起来，当打烂了，好可恶哟。哎呀，那简直是狗仗人势。刘东，你不要去打那些啥子抱不平了。你想嘛，他们那些人是属于人性都没得的了，他哪个听得懂人话嘛？是不是嘛？哼。那种人啊，肯定要遭报应。人性，我说干脆是狗性、猫性。对头，畜生都不如。小伙子，看嘛，那还是我们两个牛郎之伴嘛。你说啷个办嘛？还不只有去找个，我们去找去试试。啷个？你们两个回去，都跟你们各自的老板说清楚，找不到。找不到就是找不到，没得办法，看他把你们两个啷个办。我不敢，老板不中我吃饭要打我。是，猫咪，我还要找。是。还，松松。哎，前院没找到。啊。卡卡个个都遭焦了。哎呀。哎。我弄了，你干脆到那个白子海去找哈。白子海。哎。别找。哎，小伙子呢？哎呀，可能还不是去找他的那个狗儿去了，松松。找了，叔叔亮亮，老板娘找起来了，浪子搬的。哎，不要怕，走到我屋头去找他。这儿没得。你在吼啥子哦？白日青光的，你在揍哪个人死啊活的哦？我跟你说，你能够警方验证到你个人身上哦。我和哈子管你啥子事？你还当哈子呗？哎，我哪里是在打白嘛？我听到有人一针一针的在交换呢，我还为到春天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哈。哎呀，干净得很，我又没抱到猫儿睡呀，一些没骚儿的那个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那些，我问你，你看到猫儿没得？看到的。看到了。哦，这个你是在找猫儿嗦？哎呀，我看到有一个猫贩子拿起个麻布口袋把猫儿一笼起，把它抱了。慢点，你咋子？啷个说都能往到地下再钻哟？我问你，你刚才这里猫儿啊、妖儿的，你究竟在说啥子？你那个人啷个不懂啊？猫儿嘛都是妖儿，妖儿都是猫儿噻，你懂不起啊？哦，我搞懂了，你的意思是你们屋头等于是人就是畜生，畜生都是人，人猫儿不分，是不是？啥子畜生？宠物，你懂不懂？哦，是宠物，哦，那个我又不懂了。哎，我只晓得叮叮咚咚。叮叮咚咚，啥子叮叮咚咚？那个你不懂啊？哦，那个当然你那又属于你不懂了哦。那个的，我刚才看到那个猫贩子啊，他那个麻布口袋把那个猫那个一笼，然后叮叮咚咚一阵拳打脚踢，那个猫儿喵，还哈都不搬了。啊。哎呦，我的猫儿！好骚的哦！你啥子？你莫往地下说哈，干嘛把我地下给我们做脏了？你那个是啷个反起说呀？我那么高级的裤子，把你的地下弄脏了呀？是噻，你身上啊还有个味道。味道？啥子味？你好好生生来闻一下啦。高级法国香水味儿，法国香水儿。是一个味道，是一个味道。啥子味道嘛？但是不是香水味道。啊，啥子味道呢？是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那个牛奶厂啊，那个奶牛啊，他每天都要挤两道奶，那个二道奶呀，简称二奶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一个二奶味儿。啥子头奶二奶？没得钱喝不成奶。笑笑，你笑啥子笑？我在笑你那个蛤蟆儿。我那个蛤蟆儿，我那个才不是蛤蟆儿嘞，是进口的纯种波斯猫，全身纯白。纯白。哦，全身纯。哎，我跟你说嘛，我刚才看到那个猫贩子捉起那个猫啊，不是白的，是个妈妈。哦，是妈妈啊。哎，妈妈。哎呦，我的鸭儿没走丢啊！哎，你好高兴啊！哎，但是啊，但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白马儿，漂亮的很，那个白马儿，哎，他就在我们那个城门洞口那儿，和一个杂马两个在耍。啥子杂马？那个杂马儿嘛，他都就是杂皮马儿。哎，对头对头，杂皮杂皮。杂皮。那他们那阵儿在哪点儿啊？哦，那阵儿呐，那阵儿嘛都和他那个野老公早都住到一起了噻，别个有吃的有喝的，根本都不想回来了。哎，我说你干脆都不要找了。哎呀，那个卖良心的东西早都把我忘了哦，都怪二妹，我等他回来了再慢慢的收拾他。哼。走了，走了，快出来，出来，不要怕，走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二妹，你刚刚听到没得？听到没得？把你们老板娘说穿了，他也懂不起。像个宝气样。但是，我听到他说的，回去要收拾我的嘛。那样子猫儿没找到，他要收拾我，我更不好回去了。你说说，我又啷子办嘛？强哥，观众唱一段给你们听嘛。要得要得要得。是我们以前学的那个秋江。好。很好听。我先跟你说秋江讲的啥意思啊。哎呀，摆得欢呢啊。好消息。好消息。啷个好消息哦。想听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刚才我去买菜的时候，我都碰到周老师。哎，我们街道的代表小领导，我们嘉陵号的大领导，我们周代表，对不对？我碰到他，我都把你们两个的情况给他说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着急，正好我叫他开会耶，已经传达了，传达了啥子啊？就是那个龙虎斗那个餐馆，还有你们那个餐馆，卖那个随意扑杀野生动物。”对头。哎，对头啊！现在要查封你们，公安局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哦，那下你们老板托不到早早了噻。所以你都放心了噻。哦，你更简单，无巧不成书啊。啥子哥？我回来的时候，正好走到那个马路上，我就看到两个女的在那打架，打得跟鼻青脸肿，头发一转一转的抓下来。哎，我说是啷个回事啊？我就问这边人说的，那都是唐老鸭的两个野婆娘。老板娘。哎，他们在争风吃醋。其中有一个啊，也都是。你们老板刚刚来了的噻，我见了的噻。哎，他都打惨了，他都打得惨些。真的呀？他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心情去管你那个啥子波斯猫了哦？所以说那个时候你都不要怕了，放心。哦。嘿，那孩子啊，你们那个老板还有你们那个老板娘啊，都成了阿猫阿狗了。哦。走噻，走嘛。走哪个去哦？我们去看老板的笑声噻。那个笑声方文都在出脱了，看嘛，又给我去找个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一着急，我要把主要的内容搞忘了。啥子啊？你们两个的事情，我已经给我们幺婶发言了。哪个幺婶了？都是开心跟你说那个代表。哦。讲一下那个。他说的，他要给街道反映，你们两个的工作尽量给你们安排。真的呀？哎呀，给安排工作啊！太好了。叔叔。哎。你好好的人咯。亮亮，你也好好哦。你们两个。啊。
要精彩，皮要紧，不过是鸡毛蒜皮。有眼光看不惯心事伤，老公你有老心不平。拉小弟说到做到究竟了，还是你司机。街坊邻居，街坊邻居，翻开报纸，翻开报纸，福利彩票出了大奖。街坊邻居，街坊邻居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的球迷。比尔盖茨的龙门阵还没摆完。